美颜开太多，林志玲自拍照爆铅笔头下巴加号人妖香网崩溃，完全认不出她。根据《时华日报》报道，林志玲出道超过20年，拥有台湾第一名模封号，44岁依然维持冻龄外貌，窈窕身材，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。近日，林志玲和女星丫头的一张自拍照却让网民乍看之下惊呼认不出来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丫头从《我爱黑社会》出道至今，天生的招牌娃娃音从没变过，平时常透过社群网站分享生活工作点滴的她，28日开心晒出与林志玲的合照，由于对方同样拥有甜美娃娃音，她忍不住笑说，娃娃音与娃娃音的对话是一个高频音的世界。据报道，丫头每次私底下和林志玲相处过程都很开心，大赞女神好正能量，好纯真，好自然。但合照发出后，照片中的林志玲却意外让部分网民惊呼认不出，长得不一样，为什么我认不出她？为什么她会像小 A 啦？你是不是美肌无脸开太大，突然间认不出来是志玲姐姐？不过也有粉丝力挺，认为可能只是拍照角度、灯光或是妆容问题。翻看林志玲近来发出的一系列自拍近照，也依旧维持女神级的容貌。而二大娃娃音女神同框的画面，也引来不少网民开玩笑亏，这张照片好吵，好想听你们对话。合照在网络上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天哪，角度真的很重要啊。那张照片真是挑战小编的心脏强度啊。以上所有图片皆源自《时华日报》。